这现在是最后一天，那我要穿鞋子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我要去公司吃最后的午餐。对，然后我要以客人的身份过去。我刚忘记带背包，背包有看到吗？好，那现在有背包了。那这里面装什么呢？装那个装制服，我要把制服给放回去。那滑板我已经收起来了，所以我就骑上着脚踏车，耶、yeah。天气超好，给你看一下。去到海边看一下，有看到海边吗？那座山，立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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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。不好笑，啊，就快到了。应该是最后一次骑脚踏车了吧？好，已经到了，那最后的点餐 ，Go。那这间店的好处就是可以看，边看海边吃东西，边看边吃，或者是你要看电视一边吃也可以，还是你要看水吃也可以，对，所以个人喜好每个人不一样。偷拍偷懒的员工，我拿到我的薪水袋了。这里，耶、yeah ，好的，那我的餐点到了，我点了烧肉，对，还有这个叫做卡巴拉基东，用鳗鱼饭的做法，但是它是用花鱼做，所以不是鳗鱼饭，是花鱼冻饭，然后打开了，其实它不会发光，耶、yeah 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它每日限定十个，廉价的话会限定十五个，然后就是每天都不一样，然后很多客人想吃都吃不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来吃它了。那已经吃完了，然后非常感谢他可以讲这间店。好，那吃饱喝足，那就是
该回家了，该回家耍废，最后一天也是要耍废。没错，人生就是耍废。好。再见了广播器，再见了暖炉，再见了门，再见了发电机，再见了电视，再见了洗衣机，再见了浴室，再见了电蚊，再见了冰箱，再见了热水器。好烫好烫！再见了这个地下室，有地下室。应该是地窖吧。再见了这个，那这边呢？哎呀，这个怎么有水？搞错！还有楼上，楼上。再见了楼梯，再见了这个小宿舍，再见了神奇的羽毛球，还有我画的四人组。要离开了。已经开个灯好不好？要离开这里了，应该是最后一次在这边拍影片了。搬家非常麻烦。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已经上个月了，然后要走了，就这样。对，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Goodbye， 马达伊斯卡。